如果你这个程式里面哈，假设 VBA 里面有写模组的话，那特别注意，如果你下一次哈开起来要让它执行，因为刚刚同学有遇到状况，就是说，假设我把它储存了，那我下一次要开启它的时候啊，记得哦，它因为呢以前有发生过，就是有关那个聚集病毒的问题啊，所以啊，如果里面有 VBA 程式，那你下一次开起来的话，要让它可以被执行哦，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你没做的话，那后面呢就无法去执行任何的 VBA 程式。当然你要撰写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执行，有没有？所以刚刚同学按一下，奇怪，怎么出现什么聚集中断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地方没有让它启用，那如果没有让它启用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执行哦。那这个当然就是因为它担心什么，有可能有聚集病毒的危害等等的哈、哦，所以你一定要先启用内容。这个部分才 OK、哦、才可以执行你后面的动作。那所以呢你把它写完之后呢，假设呢如果你有启用内容的话，那记得这个地方执行就没问题，要把这一行 delete 掉了、哦、OK，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执行起来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丢进来。但目前有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只有执行一次，那我必须要执行很多次，比如说执行什么第五列一直到第几列呢，可能Ctrl向下看一下到103嘛，有到103列。那所以说如果你今天要撰写程式的话，当然好，你可以你想说那要怎么样可以第四列第五列第六列一直往下执行，当然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如果你要执行多行的话，你可以什么把这一行什么复制，复制完之后的话呢移到最后，然后 把它移到最后 Enter， 再背到前面贴上好 OK。 那你想说下一行怎么办呢，把这个改什么，改五是不是，这边呢也是改五，改五，好，总共有几个五呢？总共有四个五要改。你想说改完之后执行一下，第五列会不会出现呢？第五列出现了，有没有看到？上面多一个了。那再来第六列呢？你想是同样的方法，复制贴，总共113呢，那不是贴哈？所以呢，特别注意呢，程式执行的时候啦，如果你要重复执行两三次，倒还可以用贴的；但是两三百次或两三万次的话，那当然就不是用贴的。那你要该怎么办？那时候你需要学会一个叫重复执行的一个程式的叙述，那个叙述的话里面重点是你要告诉他什么，你的那个列是从第几列一直帮你跑到哪一列为止，所以会有个 from 跟一个 to 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会一直跳一直换下一个换下一个，那那样叙述在程式里面叫回圈，基本上就是什么重复帮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基本上电脑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重复执行他绝对不会犯错，它不像人哦，你如果执行几次之后，人会开始头脑会混，就是脑袋不清楚，容易做错。但是电脑，你叫它执行一千万次，它还是一直执行。所以电脑厉害的地方，其实刚好也就是人不足的地方嘛。所以为什么需要用程式去解决很多问题？因为人脑袋哈、执行多次的话，会容易有那个状况发生。所以像未来像那个一些新的科技哈、比如像那个最近常常发生什么那个。大客高速公路大客车的那个司机，常常就因为他要拿一个面子，然后低头一看来不及了，就撞上去了，就死了六个人。或者是说大卡车好了，卡车也是之前有一个行车记录器照到他因为什么就东张西望，没有看到前面已经刹车了，刚来不及把前面车有一台发财车撞了，是整个压扁了嘛，对哈。那所以像这种情况，其实当然人脑子会疲劳，所以未来发展下一世代都是用程式来控制。所以未来那个像欧洲呢，在2025年开始已经禁止销售就是那个燃油车了，像汽油、柴油，所以电动车。那电动车其实象征什么？未来车子本身不是重点，而是车子本身就是台电脑。所以那个电动车以后就是无人驾驶车了。那当然刚开始我们会害怕嘛，想说所以未来应该是半辅助的，也就是说呢，你以后呢？可能司机的角色是在怎么样呢，随时可能掌握那个车前状况，那你不需要一直盯着看，它会自动帮你等到你可能需要什么做点刹车啦等等的，你再去做或之类的紧急事故，这样也比较不用说一直聚精会神，好像这次我去连假嘛，连假好像不出门怪怪的，所以大家都一窝蜂的。不过还好我这次运气还蛮好，因为我是第二天才出门，发现第一天塞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是最后一天才回来，发现第三天大家都已经北上了，也还好，刚好避开了。不过其实你会发现长途驾驶，尤其连假，那个真的要聚精会神的，你一定要盯着看，因为如果前面突然一个紧急刹车，你来不及的话就撞上去了。那这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用人去开车，而不是用电脑去帮我们去控制？所以像那个特斯拉有没有？它就是有八个镜头，
随时看着前面的情况，该刹车就帮你刹车了，多好啊！不过目前特斯拉那种车子现在还太贵，以后的话哈，慢慢如果它，因为台湾蛮厉害的，本来很贵的东西，因为台湾切入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变便宜了。如果现在五六百万的车子啊，突然变五六十万的话，哦，那多好！其实就像智慧型手机一样嘛，刚开始贵到不行，现在整个都荡下来了哈。OK， 好，所以呢，接下来我讲的就是说呢，如果你需要什么让它重复执行的话，你可能需要学会重复的这个叙述。那叙述的方法一定是 for 开头 ，for 意思是说你帮我哈，从哪一个，那后面加一空一个，加一个变数，那变数名称的 i 哈，不是一定只能叫 i 啦，这个 i 是一个变数名称，这个名称是我们自己取的，不过通常习惯已经就变成说用 i 来代当一个回圈的一个变数哈。那告诉他说你那个 i 值等于多少，从四到哈103这样的叙述。那这个叙述可能要固定，以后的话你可能要以后比如说哪一列到哪一列的叙述方法大概就像这样子。好， OK， Enter 两下，打一个 next 意思就是说我下一个变数它会先从4 next 之后会变成5 next 到6一直 next 到103之后呢它就离开了。所以呢它这个那意思就是说它把这个值丢到哪里呢，丢到 i 里面，所以 i 它第一个值会是4，第二 next 之后变5一直到103、哦、那我们只需要做什么，很简单，把刚刚打的这一行有没有直接呢把它搬到哪里呢，搬到这个的中间，习惯上会多加一个那个 tab 下一阶。为什么下一阶呢，因为这样程式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哦、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 tab 表示这个的 sub 里面会有一个 for 有个 next、哦、这一对的，那中间执行什么东西记得、哦、这个 tab 慢慢要习惯，因为这很重要，当你不打它还可以执行，可是如果你不打以后你程式写多了你会看不清楚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哦、OK， 好，做完之后的话那你还要做什么，把这个4改成什么，改成 i 嘛，应该可以理解啦，那就一个变数嘛， OK， 一直在变换，所以呢它会一直从4到103的帮你去变化。 OK，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哦、103 OK， 好啊，这时候呢那你可以什么把它直接再按下执行，游标放这边嘛，那这个它就会做什么动作呢，4到103全部跑完了。 OK、哦、所以大概可以理解了。那未来这个 for 回圈非常非常的重要，只要你重复需要让它去执行哪一列到哪一列的这个动作的话，那就可以需要这样的动作、哦、OK。 另外如果你需要一个清除的话，那其实清除的话可以把这个程式复制一下、哦、不过 我建议啦，你慢慢复制贴上，我刚刚有一个动作拖拉加感受键就等同是复制贴上，那复制贴上哦，我习惯这样选取有没有？拖拉的时候顺便怎么样加 Ctrl 键？哎，有吗 ？Ctrl 键按下去不就加哈？意思就是贴上。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再增加一个清除的一个什么呢？假设我要撰写另外一个程序，那当然我们理论上应该是插入程序叫清除，有没有按确定？那可是实际上啊，可以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拖拉就产生了嘛哈。那怎么清除呢？其实就是把后面的东西。怎么样？这整个怎么样？把它 delete 掉，加上什么呢？清除的话呢，就是丢什么东西给它呢？空的有没有？空的不是说空白哦，空的是两个双引号，这个叫做空字串，意思就是说呢，丢没有东西给它，那就表示什么？清除啊，清除哪些呢？四到103，按执行看看，有没有？哎，全部是清除了，上面的话呢，全部执行了。应该可以理解 这两个程式的用意吧、哦、所以呢做完之后的话呢那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效果。当然呢做完之后呢你如果要执行直接在这边执行不方便，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再切到我们的这个开发人员这边有个插入什么这个好表单控制上里面按钮，就跟巨奇那个一样嘛，加两个按钮，一个叫门号一个叫清除，所以点下去这边的话拖拉一个大小找到门号，把这两个字复制好，因为主要我们是按确定之后上面会叫按钮3，那我把它改贴上。另外呢清除的按钮一样大的话按右键复制一样怎么样再贴上，然后按右键指定叫清除好了 OK， 然后再把这两个字复制一下直接在这边怎么把它贴上 OK， 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试一下清除门号 OK， 就做出我们的效果。那这效果其实跟用录制巨集的结果会几乎一模一样，差别是前面是他帮我写出来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写的。那程式其实基本上呢，就真的只有什么只有3行而已。
好，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一就是把原来这一行哦，你不用再怎么样，不用再写什么是五六一直跳，你就是 for i 等于三四到103 ，enter 两下 next， 再把刚的程式拖拉到中间，啊，记得这边加一个 tab 键，把四改成 i， 啊，这个做完之后哈，复制贴到底下，在后面这边加一个双引号，两个双引号的控制串，啊，清楚就 OK 了哈，试一下，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 VBA 程式。那你会发现哦，这 VBA 程式呢并没有各位想象中那么困难，你大概主要掌握就是一些小细节，好，然后呢以后如果你要控制某一些储存格的话，你只要告诉他哪一个储存格，那我要丢什么东西进去，那如果我要重复执行的话就是多那个 for 回圈，哦，OK， 那未来这些东西会不断的出现，为什么？因为你只要重复执行的话就会用到 for。